来美特尔海滩很简单，许多航空公司都有航班飞往美特尔国际机场。游客从中国来的话，可以先到纽约、费城、波士顿、华盛顿、夏洛特、亚特兰大或迈阿密，再从那儿的机场转过来，很方便的。美特尔海滩在美国东岸，离许多大景点都很近，所以适合把这儿安排进美国行程内。 如果想来个公路游或自驾游，从东岸大城搭巴士或开车过来也都很方便。到了美特尔海滩当地，交通更是不用烦恼。高兴的话可以租辆礼车，豪华房车来过过瘾。要是你想打的也没问题。至于想体验自由的人，也可以租辆车来个潇洒自驾游。机场设有游客欢迎中心。 亲切的前台人员可以协助安排交通，而当地游客中心与酒店的员工也都温暖热忱地接待游客。